今年1999是我哋医科毕业35周年嘅纪念。首先咧，我哋睇一睇下旧时嗰啲相。呢一张咧系我哋读第二年嘅时候影嘅。跟住落嚟呢一張咧，係應該係喺贊玉醫院影嘅。我哋第一次嘅聚會應該喺1984年7月29日。當時的一班太太團，同埋我哋幾個男士。第二次聚會咧，應該係1989年12月10日，喺梨園酒家。睇清楚，當時我哋啲女同學同埋一班太太，上一次的聚會就是1994年在 Grand Hyatt， 這次很多人回來。
今年1999年，我哋部分同学喺11月6日去到深圳世界之窗呢度嘅团体相。7日食晏昼之后的团体相，7日晚上